哎，为什么走这么快？哇，那个看起来辣，小心！往里一点点嘛，我不能吃辣，但这个感觉不辣，我也煮一下吧。我也试一下，应该不是辣的。 哥，别走！看来其实机器人还是有点机器啊。 这个科技的发展，哇！现在这人工智能，你看看，来，停下来，我现在给你拿下来，哥。 错放多了，熏到了，没火了。我看，哦，拧到头，好，谢谢。哇，这次的汤太好喝了。哇，你的是什么牛骨汤吗？ 你应该是牛骨，刚没有那么红，刚没有那么红。里边有蘑菇吗？有，那就菌菇。哥的，我也一样的。怎么一直跟哥撞呢？没办法，心有灵犀啊。